林夕老师，您上周的小礼物太厉害了，连三拉三，今天亮灯涨停板呢！不止哦，还有哦，是谁？看节目喽。欢迎投资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为您邀请到的是长辈股的代言人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甜心老师好，平话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跟上甜心，好事发生发生再发生，上周老师就先预告给大家，甚至连小礼物直接给大家了、来，铁粉通通有拿到的好朋友们都知道，相信您都赚到了吧。我们的连三拉三的擂台，我的老天儿啊，强到已经没有朋友了，让你赚到拍拍手放烟火了。嗯，哪啊呢，连三拉三的擂台亮灯涨停板之外，这档股票哎不得了了，长辈股代言人给您的长辈股涨不停，电影投控这个波段已经飙出了105个百分点，今天继续再创波段新高。老师，你的选股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哎，最强最猛最标的股票都在我们家哎，哇，开心啊！恭喜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开盘哦很嗨呢，嗨翻天了！来来来，大家要感受一下，一定要的。你现在看看好一幕哦，好哦、来，你可以看今天是不是开盘没多久是。4933，哎，有灰集团概念股，记不记得？有啊，当然记得啊！叮咚，亮灯涨停板！哇，涨停之后呢？跪下来，对，跪下来！我说那个基期很低的3715的定影投控，叮咚，亮灯涨停板，继续亮灯。那再过没多久后，妍希集团做账，我是不是一直强调？嘿。我当时给你友辉之后、后来我给你谁6284的加邦，叮咚，亮灯涨停板。再过来没多久哎，换到越夜越美丽的立台，叮咚，亮灯涨停板。哇，连三拉三的感觉就是舒服啦。所以今天嗨不嗨？嗨翻天了。哎，果然如老师所预言的预告，一模模一样样哦、啊、国庆连假过后就是嗨翻天，很期待呢。就跟你说我已经期待很久了、真的是期待很久了、还没回魂的要赶快赶快回魂啦、我来告诉你，今天还有更明确哦的消息要让你回魂。好的好的，把大盘打出来看。好的好，今天大盘是不是站上了、对不对？站上均线、就让它整理一下。好的好，那但是我常说你今天看盘你一定要了解后，就是方方面面，包含国际消息，包含总体经济、对不对、来哦，我跟你说，九月份营收公布完以后，现在告诉你整个上市柜的营收、因为苹果的拉货效应，是这样了解吗？了解。因为苹果卖得好、对，那我们整体上市柜的营收、总营收高达3.63兆，是，这叫历史第三高。哇哦，哇，而且呢连续5个月成长、来哦，很多人说苹果卖不好卖不好、或者是说它散热有问题、偏偏它还是卖得好，而且它卖得好不打紧，还可以把我们整体的上市柜的营收拉高，直接帮他一起抬升了，这样了解吗？总营收已经达3.63兆，换句话说是叫什么？货卖得出去，钱进得来，大家发大财啦！好，再来哦，AI 哦 ，AI 我是不是基期低？上礼拜我就一直跟你讲，呜呼，这样你避开一下嘛，啊，是不是叫你来拿 CP 值比较高、价位比较平易近人的 AI？ 有的，有没有看到立台？乌娜来。AI 的商机，因为去年底后，所以现在财政部已经公布九月的出口表现数字非常亮眼。换、句话说，九月份大家都在看我们的出口嘛？是啊，我们的出口后已经连什么12黑了，但是九月出口数字亮眼，已经终结连12黑了。哇哦，来哦，这里真的你要深呼吸。听进去，财政部已经告诉你现在出口已经翻红了、而且财政部又告诉你他看好11月、12月、有机会出口缓步增温、那换句话说是不是谷底翻扬、换句话说我们
我们是不是出口占最大宗的获利？对呀，没错。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准备越赚越多了？那越赚越多，是不是你货出得去？哎呀，钱又进得来，发大财了啦！所以行情你要不要预备？要啊，一定要预备备咯。我一直跟你讲，开始了，开始了。你很多时候你总是要看到总体经济数据嘛。好啊，那现在已经站上均线了，没关系，你再等一下 OTC 嘛。嗯，对不对？很多人看均线的好朋友都是要等到看均线，但是来哦，看我，看我，是我持续坐在这里，我就是分享好的公司给大家。就像来八月份台股回落这一千点的时候，记不记得？嗯。我就告诉你，你可不可以去看基期低一点的 PCB？ 有。然后呢，我直接擒贼先擒王咯，我给你定影投控。这段时间我都说吼，我就公开分享啦，对，无私分享，我也不用盖啦，就怕你赚太少啦。哎，结果定影，妍希老师，从你分享到现在，股价来到 99.7 了，快要百元俱乐部咯，已经荣登今年第21支长辈股，大盘都还没挑战前高，你拥有长辈股了呢。嘿娜，你又多了一支的长辈股了，这不是选股的功力吗？这就是实力啊。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震荡的时候还了解到底有什么可以赚嘛，没错，对不对？好啦，那你说 PCB 上礼拜我是不是也讲，我说好啦，你看到电影冲出去了，对呀，又直接又来问我妍希老师还有没有平易近人股价吼在低档的 PCB。 嘿，那 CP 值更高的啦，永远都是这样。那我也永远都是有求必应。哎，真的耶，是不是恭喜我丢大给啦！啊，我是不是给大家羽环？乌呐，来羽环，哎、嗯欸，怎么羽环你不理他，放在旁边、啊？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哎呦，那有没有像吼375前面刚刚推出去的味道？这种感觉，这种 feel 的，嗯，我没有说什么、哦，就是他吗？我没有说什么、哦，我只是告诉大家吼，毕竟电影已经99了嘛。对呀、啊，那我是不是？嗯，秉持着我一直坐在这个位置上要分享后给大家，就是大家都买得下，对，抱得住、欸、然后又吃得下饭，那我是不是上礼拜我就给你羽环？有的，我告诉你还有一档，嗯，阿雄，嘿，阿雄，阿雄，阿雄，这个不要再问我了，我已经公开太多了。我要留一点我会员的福利嘛。好, 好, 好, 好的好的。欸、永远都有标股给大家啦，这就是 PCB 的一个概念。好，那 PCB 玩的一个概念以后，我就说好啦，那你避开一下五虎将。嗯，五虎将我知道市场上非常爱，我也很爱，我连财经吸引力我都告诉你了、嗯、重点是什么？还要整理嘛、嗯、现在土洋对坐嘛，对呀，既然土洋对坐，你可不可以换？嗯，一样是 AI 的概念，对，然后呢，股价相对平易近人、嗯、还在低档的、嗯、所以上礼拜是不是叫大家通通来拿？有啊，小礼物，我说那个金粉银粉铁粉、哦、只要铁粉全部都要来报道哦，直接加一来拿了啦，我就不要在这里公开有多少人了。好好好，但是你看你来妍希身边是不是 hold 康到修补乌纳，我从来不盖的，真的连盖有没有看到立台乌纳连三拉三，是的，亮灯涨停板，这三天怎么这么舒服，才开盘两天而已、啊、对呀、啊、从上礼拜嗨到现在哇、哦嗯、舒服啦，开心的啦，啊是不是股价平易近人，真的，我告诉你哦，董事长都站出来讲了哦、嗯、第四季我们家要拼由亏转盈，就是最大的利多哟。我没有说什么哦，我只是把董事长讲的话讲出来哦，附送给大家听。好，然后呢 ，AI 我一直讲 AI， 你也可以跨足医疗，嗯哼，6569，我有没有给你医阳？有的，公开分享，直接分享。那你是不是可以低档卡位？当然可以，是不是从低档已经上来了？有。低档上来，你只有什么想赚多少的决定啦，由你决定了，好不好？是不是很舒服？当然啦，自主权在你手上。你看 AI 赚过来，欸、PCB 赚过去，再来集团作战，哇，集团作战不得了！今天有辉一早亮灯涨停板，嗯、那个辉妍希老师，你之前教过我，欸、集团作战它是慢慢推，对，慢慢推慢慢推，对的，你不要理它。为什么？因为有钱人，的动作是。
是慢慢来的，有的。哎呦，不要理他，怎么推推推推出去超过55个百分点了，又再创新高了。来哦，集团作战我给你也是有节奏的哦，我是不是先给你有灰？有的。我给你有灰完以后，我说这个叫星光集团。是。那星光集团作战后，那华星丽华集团要不要作战？当然也要啊。来，日期看清楚，我九月就给你了。是的，九月中。我是不是直接点名加邦？有的。哟，严希老师，今天加邦又亮灯涨停板，我是不是通通事先给事前讲？我说过了吼，有钱人那个动作是很慢的。我当时给你是不是从这里又回落一段？对，回落一段，哎，这样慢慢推，慢慢推，嗯，啊，是不是一带量？嗯，我就冲过前高了，对，没错。换句话，我用时间代替空间，我不用前高的量，我已经可以创高了，这种才叫恐怖，你知道吗？好，那你看到加邦是不是亮灯？是涨停板。然后呢，加邦接下来哦，这是华星丽华集团，然后我是不是又给你大华硕集团？哎，大华硕集团谁？一阳啊，有的，啊，是不是低档？虽然没有涨停，但是有没有涨不停也是赚，也是赚，哇！恭喜大家，多谈多赚啦！所以这段时间哈，来哦，准备哦，好股会一档接一档，所以亲爱的好朋友，想要继续赢在起跑点，一定要跟紧甜心的脚步了。现在才十月中，距离哎，我们已经在为明年来做准备了哈。想要越赚越多，让你赚到发疯的好朋友们，务必跟紧甜心的脚步喽。欢迎您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好朋友们，甜心在今年度已经累计21只的长辈股，前几天不久之前来第21档的长辈股定影投控，我们从小树苗慢慢呵护到大树，啊，然后到神木级的标股，到长辈股给大家还涨不停。所以亲爱的老朋友，甜心永远是超越甜心，好，老师是一年比一年还要进步。我们常常会有个认知说，哎，我们只要维持就是就好了，对，对不对？我要求我自己比较多一点，要进步一点点，进步一点点就是一大步，多一项新的技能也好，当然当然要啊，哦，对不对？是的，所以这里一样啦。我常告诉大家，我说股票我们不是只想赚一天，不是只想赚两天。No, no, no. 那你在股市里面，你要不要持续的精进自己？当然要，对不对？是的。而且呢，很简单，是我的操盘经验已经累计超过20几年。是的。那20几年的操盘手法跟现在的操盘手法会一样吗？不一样喽，绝对不一样，啊，一定要与时俱进啊！而且20几年前的大盘量能，跟现在的大盘量能也差很多啊，差就真诶，对不对？那20几年 ETF 也没这么多只，现在这么多只了，天哪，对哦，所以我就说，现在就是我希望大家吼，在这个盘面吼，才刚刚回魂的时候的，你就一定要有敏感度，一定要跟紧老师身边了。因为每年第四季吼，来，我刚才是不是讲集团作战？对，每年第四季我直接放送什么？我直接放送华金丽华集团给你就好了。真的，记得第四季集团作战行情，投信作战行情，你千万不可以忘记。老师，你这张字卡真的是大方送哎，大方给耶。我告诉大家，我说交家的你要记得啊，为什么嘞？交家就是四子一女嘛，然后重点我说过啦，交家特别的是女儿操盘最疼女儿啊，对呀，她操盘手啊，对呀，所以在这段时间来集团作战，我是不是一档一档的给你？我先给你友辉嘛，有新华新那个星光集团，对，星光集团，星光集团会作战，然后现在加班冲出去了，华星离华是的又作战了，有那一阳冲出去，哎，华硕集团，哎，也都可以拿来看啊，欸，没错，所以这就是你有没有够了解整个产业嘛，是。那第四季呢，你现在看到后，财政部已经告诉你数字很漂亮了，后出口已经终结连12黑了，对，我有机会11月、12月持续转正，那我刚才强调了，货出的去，钱进的来，我要的就是这样，我要的就是出口金额当然会起来，而且重点，苹果现在也告诉你啦，哎呦，我光苹果的这一次的拉货潮，就把所有的上市柜公司的营收推升到3.63兆，又创近5个月的新高，好不好？当然好啊。我就觉得这个数字很漂亮啊，台股的底蕴很好，没错，好，这就是我们之前主管机关一直在当台股回落的时候一直帮大家加油打气，啊，不，现在你来听，那不就是妍希之前讲的话吗？没错，
不就是这样吗？持续提醒大家的话，所以我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经济活动一旦开始，你现在看到是外资已经由卖转买了，而且持续下去很有机会这个月直接翻成买超。我说很有机会，对，对不对？好，那再来投信呢，已经连47买，投信是口口味口口味啦，真的是一直买，台股下来它就是一直买啦，对呀，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你之前看到是土洋对坐，因为投信在买，外资在卖，我要看到的是什么？行情会走得很快的时候，就是什么？来土洋一起做，对。同一个方向迈进，有没有？有，投信外资都一直买的时候，你说有没有行情？我问你就好啦，就是这样啊。再来同买，对呀。再来大盘融资余额，昨天一口气减散3亿，好不好？好，好啊，筹码清洗一下，才可以走得长、走得远、走得久。好，来哦，再来。你今天看到后，哇，那妍希老师，你上个礼拜后，你叫我们来拿的小礼物，立台，那个246的立台，对，立台已经连三拉三拉三了、然后呢 PCB 吼、一档成为长辈股吼，一档小豆苗慢慢冒出头来啦，冒出头了、对，那还有没有？我知道很多人在等，在这敲碗了，我把族群点给你哦。你刚才听到的是 AI， 对 AI， 你听到的是 PCB， 是来汽车、有没有看到1319今天跳出去？有1319是谁？哈，东洋啊，背起来哦。汽车我是不是一直讲第四季是电子汽车，汽车电子的旺季，然后来东洋前阵子我有说他弱过吗？没有哦。我是不是节目一直告诉大家、汽车你把谁拿出来看？东洋。然后前阵子在横拖的时候、我节目讲得很清楚，我说他叫以盘代跌，有最强的走势，他叫以盘代 跌。今天有没有跳出去？直接跳出去了，亮灯涨停板了。我要告诉大家，这就是我选股跟看产业的功力。没错，来，东洋冲出去了，谁接下来会冲出去？哎呦，把我的汽车拿出来，来来来来，1339是不是前面这一段已经跟着出去，已经脱开成本了？有，获利奔跑了，脱开成本想赚多少？由你决定啦。来1319什么 AM 厂嘛？是，我说后这个叫什么？赚美金的啊，嘿娜。然后呢，再来呢，1522，我再举例哦。好 ，TVC 这个叫什么嘞？因为他去国外设厂，因为美国优惠，外面的公司来美国设厂，那他对要求你要排中，何大先过去了嘛，换提维西了嘛，对不对？再来呢，1524，不要忘记我去年做的谁？耿鼎，去年耿鼎被我做到长辈股嘛，乌啦，所以呢，相对对他还不会不利亚了解，嘿那。这样好不好？当然好啊！我做过长辈股，还会不会赚？可以，可以呀，当然可以。对呀、所以你看哦，1319冲出去，已经在跟你预告汽车电子，汽车电子千万不要忘记。没错。那我现在也告诉你，汽车电子，你从东洋要拖出来看，1339也很漂亮，也是非常赚钱的。再来1524呢，也是水当当的，不要在股票还没有像立台这样连三拉三的时候，我再提醒你，你都没有尴尬、对，千万不可以这样、所以想要跟着我们、越赚越多稳健获利的好朋友就轻松跟上咯。来，亲爱的老朋友，你会发现到甜心的节目内容完全不藏私，直接把标股点给大家，就是为了大家在行情好的时候不能落拍，一定要跟紧脚步了。当然觉得你赚不过瘾，想赚更多的好朋友们，把握接下来每一次赚钱的机会，跟上脚步咯。节目现在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品话，幸运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赚不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哦。 YT 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咯，拜。华冠投顾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11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